你，木城妮妮，木城妮妮，等你长大，阿姨每个礼拜天带你去星巴克吃早餐，好不好？阿姨最好你有那么你多喜时欢的间，又话，要给姐姐，又要给妮妮，两个一起去吃啊。又要给。以后可能你礼拜六晚上会想住阿姨家，或者是直接去住你们家。除非阿姨你们买了豪宅，有一个房间。你们俩一起睡就好啦，要不然你们俩都回外婆家睡，外公隔天带他们吃博朗。你知道怎么喝吗？不择手段，一定要。给他吸管戳到眼睛。起来也很恐怖哎！不要给他了。嗯，好，不给你了，那拿走，拿走。等你长大，小学再来再说，国中再说。妈妈有说可以吗，妮妮？